Maquinalal. ¡Ira! ¡Arre! ¡Shulay Maquinalal!哪里呢？就是三地门乡的马儿部落。根据我收到的情收资料呢，这里马儿部落有一个全台唯一的射箭竞技广场，而且是国际水准的哦。还有这里的美食呢，听说在地底下做美食料理啊，在地底下可以做美食料理，我倒是真的是没有听过哦。这次我要的朋友呢，到底是谁呢？听说他也是旅游专家，也是美食专家。好，我们再来等等，这位朋友到底是谁？跟着我走。呼呼呼！哎嘿嘿，你来啦！哎呀，四凯哥。 这里就是屏东。 三地门乡马儿部落，所以我们今天去骑马射箭，对，骑马射箭，然后品尝料理，好不好？好的，看看马儿部落到底有什么让我们值得探访的地方。走，马儿部落的祖先引用咬人树的特性，取族语名法鲁鲁，宣示这里是一个强悍而不可侵犯的部落。日本人则音译为马努鲁。 斯凯哥来到部落里面呢，我们部落里面的很会善用土地，对，家门前都可以种一些槟榔啊，或者是假酸浆叶。你看来到这个部落就是不一样，跟客家庄是不一样的。真的，莫穷庸啊，莫穷庸啊，这个我们的哈嘎塞龙哦，真的，今天跟你来就对了，是是。所以我是塞龙，我就带我们的客家的朋友来体验部落的生活。对，来，哎，前面就在前面，我刚刚说的那个射箭做弓箭的地方就在这里。 哇，大师级的，哎呦，王大师啊，尤哈尼大师，哦，尤哈尼大师，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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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打猎的吗？可以啊，真的。不是现在只是做好看的漂亮的。不是、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哦、这个是猎剑，那有一种是比赛用剑的，就不一样。就是跟这个一样。也是一样。哎、这个竹子是什么竹子？箭竹。箭竹。箭竹。哎，明章、哎，那位大哥，你有没有发现他一直在烤？哦，我跟你讲，那个弓就非常重要。嗯、箭竹不是每一根里面都是一定是不平整的，不会很直。它不会一个方向。那现在呢？它就是用这个喷灯呢、嗯，然后去矫正这个竹子的一个直度，调到很直很直。哦。变成说这个箭出去的时候呢，在飞行的时候它是不会漂移。哇。啊，它这个长度不能超过92公分呢。哎，真的哦。对，比赛用。比赛用不能超过92，然后长度不能超过，不能太短，不能长到92公分啊！这个它的直径不能超过1公分的，嗯哼，哦，直径也不能超过1公分的，对对，所以这个选材也要，对啊，这个要求很严格耶，对啊，哇，我们以为是随随便便是能，对啊，那个就砍下来把它拉直就可以了，不能放那个羽毛，尾巴不能放羽毛。违规啊！也不能放羽毛，不可以。啊、以前都有人放羽毛，对，不是叶子，这样才会射的叶子。对。
好，刚刚我们在讲说要拉直不简单了，对不对？嗯，我刚才看你手有点痒，可不可以去尝试一下？可以啊，体验体验可以吗？可以啊，可以，但是要注意安全呐。是是是，那就这个材料，让你去体验一下怎么去拉直那个。这个有结吗？对，这个要。这个剪断要绕着圆圈，差不多。嗯哼，好，这样子看哦，前面歪掉了，对啊，所以这边歪掉的话是要烧纸，对，要转哦，转都会烧掉，对，然后整个烧焦，我的剑就断掉了，哦，嗯，有，转都会平静，嗯，整个都要，哦，会不会烧焦？会有那个火，你要控制好哦。好，这样好，好了，OK， 好。然后给它用在桌上，这边哦，要压一下，哎，有软了，比较软一些，微调了，嗯，哇，哎，让我看一下，哎，有哎，拉，有拉直了一些，有，哎，大哥，你看这样可以吗？对，又吸湿了，有，可以就有。刚刚前面弯的嘛，啊，现在就变直了嘛，对不对？哇，哎，这个不简单呢，这个要很有耐心，然后慢慢，而且要很细心。我觉得你蛮有天分的。是啊，是啊，像这种工艺哈，其实如果不把它传下去，因为现在的生活里面不需要嘛，对不对？很多机器都可以做，可是我觉得这种纯手工，这种等于是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哈。你如果不把它存下去的话，就不见了。对，以后只有在文字上面、书上面看得到而已。对啊，所以这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部落里面的这些长者呢，他们很努力的把从原住民的这些传统的一个技艺呢，而传承给下一代。而且马儿部落的一个射箭队是很厉害的，真的，在台湾原住民来讲，他得奖无数啊。被你这样讲完，让我突然间觉得有这个机会去尝试一下射箭。当然，那这样子下次我就可以跟人家说，哎，我告诉你，我做过箭，不但做过箭，我还射过箭，对不对？啊，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对，来马儿部落玩就对了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箭，却没有箭筒，也没有弓，怎么行呢？去射箭场之前，大哥邀请我们到他的工作室去观赏他制作弓箭，听说很厉害的呢。这个就是已经做成体的那个弓。哇，凯哥，哇，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精致的弓哎！这个弓跟这个是拼凑的还是一体的？一体的。一整根，这是木头还是竹子？竹子啊，嗯，竹子有这么粗的？你看这个柄的部分，这个古曼，我们台湾只叫古曼，就是大头木的那个象征的。你不是头木，那个不能乱带的。竹子的重量是很轻，很轻。拿看看，哎，对不对？哎，比我想象的。对对对，没有，用木头的。有啊，那就是木头。哎，这漂亮。那是卡蹦，卡蹦，这叫卡蹦哦。它的体积又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木材很容易疲乏，所以又用比较高一点的话哦，它会松，就是这样去平衡。进入这个重点哦，箭筒，哇，你这个箭筒太经典了吧！哇，这都有雕刻耶。不止雕，还有装饰的，这个是真的牛樟啊，这个这个是牛樟啊，你把这个箭哦拿出来，然后闻一下，闻这个箭的，嗯，有没有？哎，闻箭，哎，真的，你闻闻看，哦，有那个樟树的那个香气，真的，对，真的，对，这个完全，哎，这是牛樟树哦，牛樟，然后哎呦，仔细一看，这条蛇，嗯，有没有？百步蛇一根，这个是分支的啦，所以这个是百步蛇桃瓮，是我们台湾族的图腾。对对对对对对，台湾卢凯啊，都是这样。哇，真的厉害，这个要佩戴一下。那个抓起来。嗯哼，
嗯，好看你的适合的地方。哇，这就厉害了。因为我们右手的人就是起剑，就是这样起嘛。配上一个弓，气势很重要，对不对？抓好的时候要这样抓呢，不是这样斜斜的呢。对对对，这样抓。对对对对对，这样抓。哇，不要对准人呢，不然等一下射过去。哇，我来拍个照，拍个照来，拍个照。你往哪里？从这边哦，这边你一看就知道我没有射过箭，对 ，OK， 对对对，好好，哇，帅，真的耶，嗯，对啊，哎，有没有像《射雕英雄传》的感觉？哦，有有有有有有有，哇！马上就进行我跟凯哥的 PK 大赛，耶！好啦，比赛马上就进行了，我们要先请凯哥首先来射箭。哦，第一箭空炮弹，没关系，通常都是第一箭，我们要。测一下风向，测一下，对对对，箭还很多。来，现在换我了。OK， 好。身为排湾族的我，第一箭，如果祖灵有听到的话，我已经来到马儿部落，他应该会保佑我，给我力量。哎呦！射到靶位已经不错了。哎呀，是凯哥的第二箭。好了，等下你要射我的还是射你的？射你的，射我的。OK， 好。对，你们先射那一把嘛。哎呀，力道不够。哎，哎，哎，当，射，哎，当，哎，当，哎呀，最后一箭啦！我们看看凯哥是不是会打到靶呢？当，哦。右侧，呀！最后一箭，就是这个，祖灵有把握呀，凯哥，哦，继续加油，加油，加油，继续加油，这把完呢，好不好玩？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定要，一定要，一定可以，一定要达到，来吧，继续，来来来，继续，继续，拔剑，哦。哦，是准啊，兄。哪里都一样，你把剑就是要手到这边，嗯，拇指要对准这个，然后这样拉，这样这个才不会弯。哦，是，所以等于拇指对对对对，这样转转拉，对，还要慢慢的慢慢起来，哦，就是这样子，对，顶住，只要给它顶，顶住，顶住，然后拉，哇，哎，哇，你随便拉的话，你看。会那个箭会歪，歪成这样。比赛总是有输赢的，朋友们来到马儿部落，只要尽情挥洒，都能得到满满的成就感。运动过后，接下来马儿的朋友带我们去品尝他们传统旧部落的传统料理，而且听说竟然是在地底下做料理呢，到底是什么料理呢？凯哥来到马布，你看，扫扫扫，伊娜伯伯，哎呀，伊娜，我跟我的好朋友啊，凯哥说哦，我说你们马布落啊，有个很不一样的特别料理呢。那我们要很累很累的挖，要从挖开始。啊，有不是不是请我来吃饭吗？怎么样？还要挖东西？对呀，要挖泥土，刚好一个人一个。你拿锄头，好，我拿的要。
要享用这个特别的料理，要先挖土，要流汗。那为什么要挖土呢？因为要把东西放到里面埋起来，埋在地下，就像那个我们以前不是叫空寒脊这样子。是是是，用力，用力，要吃到好吃，必须要用力。这一集很辛苦的，这个不好意思啦，我们必须照做啦。是啊，哦，一二三。这个要我帮碗呢，好，好，来来，我整，我来整理一下，我来整理。来了，整理整理。哇，哎呦，所以挖成一个洞的呢。对。然后烧了木材丢进去。石板。石板。对。丢进去。石板。对。直接埋那个食物埋进去就好了。这样那个食物就会肮脏啦。哦，哎呦，你这个就有不一样。对呀。旁边摆完之后呢，加木材，还要再加木材，对，直接放上去，对对对对，那个木头烧到一定的程度是，就是再把我们的那个石板放上去，石板再放上去，在火堆上面，对对对，直接，这个可以挖了哦，可以，哦可以哦，有，这很重要的，对啊，哎，真的有，哎有哎，哎有石板石板，哇，就慢慢剥开哦。哦，所以那个石板上面是一层一层，它放在有叶子，所以因为东西哦，那是什么叶子啊？对，那个是那个血桐叶。哦，原来是这样子哎。我去纽西兰有个毛利人呐、啊，他们传统的美食的吃法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吃法，它叫 honey， 然后他们对，他也是挖了一个洞，然后下面烧了那个石头，烧很热放在下面，然后食物一层一层一层的给它放在上面，然后再把它封起来四个小时，那就是一样的料理，是一样啊，一模一样，就是我们南岛语系嘛。对呀、啊，以前只是讲讲，但是当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传统的饮食文化，我发现。那个是他们的老祖宗，跟我们的老祖宗这边是一模一样的。哇！对啊，我来，我来，我来。哦，很烫哦，很烫哦。哇，好多地瓜，好香啊！你看，你看，还有火，哎，真的很香哎。哇！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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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炭火。所以那你们这样子的料理方式是从古代祖先留下来的一个料理方式，以前老人家的智慧。流传下来的，所以现在有这个体验吗？来到部落玩的话，你就会有啊，有有有啊，来部落游玩的朋友，好哎，非常的棒。旅游啊，你会发现很多的，就是打开一本书一样，一页一页的故事，很多东西其实可以串起来的。没错，对啊，你看我们台湾跟纽西兰、跟菲律宾，还有关岛，好多的文化都可以串在一起啊。现在不能出国吗？我刚讲了，哎，感觉就像去纽西兰一样嘛。对呀，啊，不用去纽西兰了，来马尔部落就可以了嘛。对嘛，对嘛。哎，刚刚讲说是我去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嘛，特别是我们的菲律宾啊，像这个纽西兰都有很多跟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饮食文化很接近的。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我跟你讲，我突然间想到我在菲律宾，而且我带了一个酱料回来，我们来尝试看看要不要。你有带酱料，你有备而来。就告诉你，我爱。史凯雄不仅走遍全球，更是一个料理家。他的虾酱超市版烤肉很期待呢。哇，你们已经完成我们的美食，这个是在地上是窑烤的一个食物。我们现在手上呢都有一个布拉西，我们叫做原住民叫做台湾的。布拉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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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瓜，地瓜，地瓜，哎，哇，好吃，哦，甜呢，来吃吃看这个刚刚我试做的这一个，这个呢是我在菲律宾所学的啊，来吃看看，吃看看。好吃，好吃，加兰吉，哎，来煮来煮，好吃，好吃，哇。那个酱不错，这个酱不错，好吃吧？真的。海哥，你这个料理啊，石板烤肉加那个特别的酱，是不是？然后配上这个地瓜，刚刚好，好配。其实原住民的美食里面有很多是以前。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哈，对，他们就是用食膳的一个概念，对对，刚刚有膳食纤维，有那个蔬菜，然后又有那个蛋白质的肉，对，没错，整个整合起来吃刚刚好，哇，好棒，好棒，哎，谢谢你啊，真相是，哎，谢谢你带我来，不用谢我，对，这么棒。
边的马儿部落真的太可爱了，为了我们的到来，不仅召开村民大会讨论行程，更动员了村民陪伴我们拍摄，暖暖的热情，热热的美食，珍贵的文化资产，都是台湾最美好的宝藏。告别马儿，下一站动起来吧。男子汉就一定要强身。哎，等一下，你不是说带我来你部落吃喝玩乐吗？不能因为我射箭射输了你现在没有。我们刚刚也吃了这么多的这些美食料理，也该动一动啊。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不就是一般的健身中心吗？这不只是健身中心而已，这个地方啊，在三地门乡有一个叫青叶部落。青叶部落，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boxing 拳击？有啊，孕育拳击手的地方。青叶是三地门乡唯一的卢凯族部落，也是全台唯一卢凯神话艺术村。来这里可以享受山林，还能欣赏美丽彩绘部落的故事墙，认识卢凯文化。教练，哇！教练，立正一下。教练好。干起！哎呀，干起！好，小旭，好，今天就练到这边，梦迪。喂，哇，这个教练杜教练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我跟你讲，在87年的时候，曾经拿过亚洲的拳击冠军。真的哦。最难能可贵的教练呢，现在还是在国军单位服役。但是我比较好奇啊，这不是部落吗？对啊，怎么会弄一个这个体育中心在这边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因为因应我们部落啦，因为我们部落年轻人放学的时候无所事事，我就发现到这个啦，然后我就开始跟部落的青年会及我们干部、部队的部长讨论一下，怎么如何把年轻人能够可以改变一下行为矫正。对，我说我就开一个运动训练中心。就是让我们部落的年轻人放学可以不只是来这边健身了，也可以打篮球啊，干嘛都可以。曾是国手的杜教练成立了台湾第一间原住民拳击馆，拉着部落里的大小朋友投入拳击运动，提倡正当休闲与运动强身观念。他还四处募集器材，希望即使在乡下也能有完善的训练环境。这个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对。好，我这边示范哦，给各位看一下。好，等一下那个你会看到一个开口，这个地方，这个朝里面，然后用大拇指塞进去。好，第一个我们先把我们的手腕，手腕要拉很紧吗？不用，就以你的舒适。要从事任何运动或是活动，防护动作绝对是第一要点。拳击第一步就是绑手。保护手部各种关节的安全，一般在绑之前还会先按摩双手，促进血液循环，防护准备好后，接下来就是热身。好了，哎，教练，你前面这个是做什么用的？练拳的时候先热身的。哦，就手臂的器材。这长得好奇怪呀、啊！就这样子摇吗？哎，不是啦，不然是这样，是这样。是也不是练球啊，还是阿里阿里修来马蒂拉拉伊拉阿里修来马蒂拉拉。然后呢就旋转。旋转哦，练这个肌力是不是？对，肌力的运动。哦，手腕的，还有这个肌耐力的运动。哦，真的，你看，这个一练的时候，你看到没？肌耐力的。哦，对。来，预备，开始。哦，哎，看起来简单，可是事实上，挺胸，快到了，好 ，OK，漂亮，凯哥不错。这个不单是练这里，还有练
那个对，还有你的核心呢，对，肩膀，可是。也不错，你看他的姿势非常的平哈。啊！哇啊，很厉害哦。OK，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项的热身。是。好，等一下我们在第二项的热身。好，深蹲。嗯。好，完之后呢，一样。哇哦，这可不是普通的战绳啊！要有波浪。是教练回收码头戏船用的绑绳。连同刚刚训练前臂的道具，全都是教练自行研发的热身器材呢。三个动作 ，OK， 三个动作连续，这就可以练到你的肺活量。你看，我很喘了哦。这个太硬了吧！预备，十五秒，开始。不要飞了。哦，啊，可以。最后混啊混啊，有力身体，身体摆动，好，时间到，哇哇，头冒金星呢，哇，哇哇，我觉得训练真的很辛苦，真的，大家不要只能看台上一分钟，哎，那个台下的训练，而且要持续性的训练，对，没错，真的是不简单。好，我们开始练我们的基本动作了，基本动作了。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十字刻画，我是正手的话，我就变成这样，正手。哦。OK， 斜的，哎，斜的，哎，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练我们的所谓前手哈，前手就是左手，左手，左手，嗯 ，OK， 这样，哦，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脚步，现在我们的 right 就是后手 ，right， 哦，脚啊要转哦，然后剩下脚趾头，你的重心会放在脚趾头，对 ，OK， 然后你在保护你在后手在出拳的时候，你的左手要回来保护你自己。哎，保护你自己。我讲加步的时候，你们有声音哦，吐气，撤撤撤撤撤撤，好，停，深呼吸，放松。哎，不要太僵硬，不要那么严肃，放轻松，放轻松。一是我们的左手，二是我们的右手。好，一，哼，一，二，三，四。好，拳击不是只有一直打人嘛？啊，你要躲他的拳。好好好，闪躲就好，这就是闪躲。哦，嗯，这样，肩膀出来这样，我出这一拳，你就要往那里闪。对，你不能往我这边闪哦，为什么？他如果往这边，没有你往这边闪，我这边就会打他了。打到，一定要从他的外侧。外侧。一、二、三，哎，下你。你要靠我的手来，在这。再次。OK， 来，两个人换六个，第二，还好没那么啪，预备，一二三，连续一二哎，哎，快点，快点啊，三二，行不行？完了，不玩了，不玩了，真的太难了。难得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我们以前只有在电影上面可以看得到。对啊，对啊，包括我也是很喜欢，我也是哎 CFC 的那个忠实观众。实际来这边学的时候，在打拳的时候，哦，真的不容易。而且我觉得那个身体的记忆、脑袋记忆、反应，对，全部都放在。所以再也不要说人家那个会运动的人士，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哇，你自己来挑战。会运动的人，脑力也在运动，真的，对，这个就是所谓的文武双全嘛，对对，重点是朋友们呢，如果到部落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流程，像我一样，像我来这边，今天虽然是来当来宾，可是我这样的一个体验行程，其实一般人也都可以来，一般人也欢迎到部落里面。
今天真的是太辛苦了。来到屏东山地门，有一个地方就是不能遗漏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里啊，这里叫做风瓜地，山地门不能遗漏的这个地方。哇，这个。哇，整个那种峡谷的感觉，然后那个平原下面，而且好开阔。请坐，请坐，请坐。哇，在这边坐，你看那个夕阳，刚好可以从那边下来，直接就在我们的眼前，这样。赏心悦目啊，心旷神怡。凯哥，哎，怎么样？这样的 view。是无敌的，真的耶，用钱买不到的。哎，这边的空气啊，你手拿着这咖啡，是，都是很特别。因为这咖啡很特殊，很特殊，跟一般我们喝的咖啡不太一样。这个咖啡，马高咖啡啊，很特别。嗯，来尝尝这个，我们这个叫做，你吃看看。嗯，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植物的，但是有点熟悉。你熟悉吗？它就是它这盘式里面的一个叶子，月桃。对，就是月桃。真的吗？对，加了月桃香，不是月桃香。啊哈，越嚼那个味道越出来。对，越清香。越清香。对，因为我们客家人也会用月桃叶，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味道有点熟悉。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会把它放在这一边，配上这个月桃松饼，来配上这个咖啡。哇，人生啊，夫复何求啊！没错，哇，这个 view， 所以我常跟很多的朋友们讲，旅行啊要怎么样好玩，对味最重要。没错，对，找到跟自己对的感觉，对的朋友，对的时光，你的旅游就是对味的。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昨天晚上睡不错，睡不错。经过了训练以后，哇！这边呢，这个部落叫做安坡部落。安坡。对，我跟这里的一些耆老已经约在这个地方了。是哦。找去找我的朋友。好，找来了。漂亮哦。舒服，舒服，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对啊。走在这个林荫小径里面呢，可以闻到那个芬多精满满的。来了，来了，来了。哎。哎，阿亮！哇！哎呀！南瓜叔，南瓜哇！哇！这个是大干酪，大干酪是谁？对啊，这个是弟弟，弟弟啊，弟乐，很像呢。我们是部落早期唯一的双胞胎。是啊，早期哦，这个地方是我们小时候在玩童玩的记忆，真的。所以这里土地对我们充满了有童玩的。一个生命的故事，是是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没有戴眼镜的是弟弟哦。对 ，OK， 走走，我跟着哥哥走。对，跟着哥哥走。跟着哥哥走，好来。好，小心哦，阿里。哇，凯哥，是，这里太舒服了啦，是不是？你早就应该带我来了。哇，走到这个地方，我别有洞天的感觉。我欢迎林雄跟阿凯来到我们的秘境。那我们来到秘境的意义呢，就是来到这里呢，其实要跟你们分享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在这里跟老人家种田。这边其实都是种田的地方，以前就是田地。对，啊，当然呢，我们一般族人跟猎人在深山找一个据点，就像现在一样，然后烧火。那烧火的意义就是告诉主理说我们来到这里。好，对对，这很重要。那第二个呢，就是驱赶蚊子；第三个就是驱赶动物，就动物就不会进来这里。哦，这样听起来有文化，还有科学。当然呢，我们到这。一个定点山林河流，我们有一个礼貌上的
也打一声招呼，啊，这很重要，对我们的祖灵，那我们就用一个火把的方式来祈福，来跟祖灵沟通，告知，告诉祖灵说我们带朋友来这里。你现在在做这个火把，等于是还原以前，对对对对，就地取材，最原始的，对，外面的原始，很棒哎，对啊。安波部落的双胞胎长老，左左右右两兄弟，小时候父母亲要忙工作，就把他们放在这块土地上。小朋友就地取材，打造出特色铜碗。现在的他们也将这里分享，让都市人找回淳朴生活。开始捡起来，然后当然这个竹节要朝上，竹节要朝上。为什么要朝上呢？因为。为什么要朝上呢？因为待会儿我们竖一把的时候，它会互相撑开，然后我们在燃烧的时候比较有空气。如果都没有竹节的话，变成这样子很密的话，就烧不起来。真的，很有科学的原理。祖先呐，真的是有智慧，没错。你再用白袍树固定，就把它的那个树皮拔下来，就变成了像绳子一样可以绑。我后来啊，我就喜欢到国外去旅游，我很喜欢体验这种各式各样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手动的东西。跟人家做旅游交流的时候，就是聊这些。往前面推，往前面推，你就利用竹子的竹子推就好，不然你手会受伤。对对对，哎，把两位，我也是过来位。啊，太细了，这我不用修嘛，就直接绑啊。可以，哎，好了。我练好了。罗格里瓦卡尼亚卡马斯马斯马里马里阿维米纳马尔瓦达鲁苏，马里马里阿杜丘阿德瓦吉康，伊约川尼阿拉阿拉，川尼阿里阿纳妈妈扎斯妈妈扎基曼邦，马里马里茨马斯乌拉苏维内杰莫伊多苏里瓦丹，阿维米纳凯昂阿马尔瓦巴格达松阿达纳蒂耶稣基督。哎，我就缓缓的下来。大概嘞，但是大概的，一天的开始，所以每天都要这样。对，就开始。跟着我走啊，好，留你最后啊。我来手里把电门。把大力度力度了们。喂，啊，其实不要今天把大家杀回。好，我们马里大家十八里丹。把什么了？电门就没来做家个窝，哎，好，拿下来，好，就放着，让火继续燃烧。哎，明兄，嗨，这边有那个植物叫鹅掌柴，鹅掌柴，哎，可以让你们玩铜玩。你说的鹅是那个鹅，那个鹅，鹅，哎，鹅，哦，那个鹅啊，这个动物啊，对对，家禽啊，它的叶子有点像那个鹅的那个脚，哎，就这个嘛，对，来，吹干掉。哦，真的是有点像呢，像那个鹅的那个脚掌。来，我提一下，拔一下，好好，快点拔。对，这叫鹅掌柴啊。对，最以前的铜碗吗？小时候。对，这个要怎么玩？怎么玩？你们小时候是怎么玩？叶子摘掉，先把叶子摘掉，留那个筋头。留那个筋就好了。对，如果它这样子的话，可以可以按摩脸嘞。可以，可以这样子。可以啊，这样可以啊。真的，可以玩泥啊。伸出你的食指，食指来，把它放在上面。它的爪子往那个方向，你就往那边转哈。等一下，怎么转？你看，等一下，哎，你怎么那么会转？对，等一下，他是，对，耶，有了，凯哥，我的不见了。凯哥，我跟你讲，我的不见了。我们玩这个是要会打赌的哦。啊，是啊，下来的是。啊，真的！去干妈店那边买东西，哦，你回去。我就小时候没玩过啊，你回家有没有部落的锅子？忘记带盐巴有没有？我们这边聊天好不好？别到下午，我们聊天，然后把这一集把它录。接下来呢，要玩。
果粒弹枪。哦，另外一个同样的体验。对对对对。哦，果粒弹枪。对，那我们利用我们的剩下的材料，就比如刚才我们做火把的剩料，竹子，做成了一个铜网，在身上有果子的时候，可以拿来做一个子弹。哦，那如果在家里呢，我们就妈妈的剩菜切下来，或是苹果、水果不要的，都可以当做子弹。果粒弹枪听起来蛮厉害的。它有点像弓箭的方式去操作。你的小朋友想要玩弓箭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去让他们体验。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剖半，然后从这边锯，哦，作为它的一个盾。哦 ，OK， 你们自己发明的剩料。我觉得呢，你们在一直在追寻以前你们那个非常珍贵的童年的那个时刻。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产业是在童年的记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童玩慢慢的把它拼凑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教案，这样。哇，好棒，厉害！你以前小时候就是两个自己做自己的，对，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在山里面玩，打战啊，打战啊，在丛林里这样子。我们都是经历那样的童玩这个生活，所以我们才会对这份童玩有特别的情感在里面，而且是快乐的做，不是为了生活而做，而是为了找到那个快乐的精神。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还可以促成我们可以坚持到底。你应该弄个夏令营，有都有，他们有。最后就是利用橡皮筋把它固定，哦，先把这个它的盾哦固定起来，不要让它滑落的话，这边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固定，开始了，慢慢成型了啊。因为它的震动有没有果粒？哦，那妈妈昨天有，这个是胡萝卜吧？对啊，哇，是这样子。哦，我试试看。真的，果粒蛋，哇，果粒蛋。我试一下摄影师看看有没有感觉。这阿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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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伟看镜头都已经毕业了。啊，中了！好玩的果粒弹枪唤醒我们几个大男孩的童心。如果手不够巧，无法从头制作也没有关系，左左右右一手打造的童玩王国里有各种半成品可以轻松组装。告别秘密基地，我们要回部落去咯。这就是我们的瞭望台。哇，这个瞭望台啊，盖得很高哎，很有气势。四层楼高，四层楼。对，台湾族呢，我们叫它巴拉老。巴拉老，巴拉老，那是一个观望敌人的一个地方。七老有告诉我们，巴拉老它是展现一个部落的合作团体团结。对，其实我想要阐述的这件事情是，过去的文化我们要保有，但是要结合现代的这个作用。对，所以我们部落的族人呢，看到这个瞭望台的时候，觉得那个过去的团队、过去的努力、过去的合作精神慢慢的再回来，大家要凝聚起来。对，我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凝聚部落的心。嘿，金罗希拉，哇！你看我们这身装扮，是围兜兜。还有再加上有点毛巾。可是你不是说请我来吃美食吗？我只看到一个木头。别急别急，这个木头呢，比这两位兄弟呢历史还久，是传家之宝，就对，代代传出来的。没错没错。来了，哦，这个是催熟的米吗？知道这个原住民朋友有这个刀马吉的传统文化。可是长得不是这个样子啊！吉格鲁家族，吉格鲁家族称他们用这个木盆啊。哇，大哥闹，所以热乎乎的时候就开始马上就要倒，是不是？对，你也要吃有温度的啊，有温度的出炉啊。这个是这样倒，先让它和在一起，先让它和在一起。这个不简单呢，因为它倒了以后那个粘性啊，对，刚开始不会那么粘，但是你越打会硬。对。
大家好，有牛肉。阿婆部落的精神是团结、合作，只要之后就可以打下去了。喂，可以了，可以了，这样就好了。对，你拉不起来就可以了。来，二，三，哇！操作要动作快一点，不能让它温度冷却。按摩，按摩。哇，很热嘞。对呀。扒开，这样啊，用大拇指，大拇指，然后用扒开，这样拉，哦，这样把它扒开。关系对，让它凝住就对，对，来这样左右拉拉，哦，左右拉开一点哈，缝合，然后三角交叉，然后这样凝住，三角形，对，一般人我们不会想到这种方法，一般人就是可能就这样子，像水饺这样子，对，像我们要品尝热腾腾的醋卤，切，哦，但是用绳子切啊，厉害，舌头厉害，是，啊哈，我觉得很有趣耶，好玩啊，而且这个美食我就觉得，很特别，我们客家这个时候的家的，对，是用筷子剪啊，有猪卤客又有花生粉味，哦，有爱的感觉，很难得的这个，来这边体验才会发现到说哈，今天做的辛苦，现在自己来做，你就会体会，你就会感谢，因为这些文化一定要保存，还是。所以你要常常跟我一起出来啦，一定的呀。还有观众朋友，不要一直在家里啦，放假不要一直去。没错，可以，你到桌边这样露营可以，然后去体验这原住民的，原住民一些美食啊或者文化，麻烦你走访部落，一定会让你惊喜。没错。每次在出国旅行的时候，特别是到菲律宾啦，或者是到纽西兰啦，到澳洲，很多的有原住民文化的一个地方，每次在跟他们在做交流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件事，他们都说：“哦，你来自台湾啊，来自我祖先的家乡。”以前只是听到这句话，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一直到这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到了部落，你知道吗？我真的感受到那个所谓的。我在国外看到的那些很多原住民文化跟我们台湾本岛原住民文化的那种连结，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呢非常的感谢有这个机会让我第一个验证，第二件事情我真发现部落好好玩哦，好有趣哦，而且呢我看到好多的部落的朋友，他们很用心的，特别是什么，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部落去推广传统的文化还有现代的整个做一个凝聚，这是我觉得我这一趟来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收获。那我常会跟很多的朋友们讲说，世界上没有不好玩的地方，只有不会玩的人，那我相信我们的部落非常的好玩，等你来玩哦。